饼啊。肉饼。现在你煮烂不是卖东西的。卖。这个还要擦要了。要了。Hello， 下午好。来帮我们让你share，谢谢大家。我连欠人家四本书了，今天还。来帮我们让你share，说我们今天做芙蓉蛋，芙蓉煎蛋啊。说我们要的配料是辣椒红辣椒切丝，叉烧切丝，青葱。还有就是虾，小虾，洋葱一粒，简单哦。哎，下午好。但是你要知道它配料是什么，重要是你要知道它配料是什么。你的配料是放线了。啊，又好，又回来了。我们来就放线了。哇，回来了。呀，它的线。太热情了。被你遮住了。咖啡啊。我的热情。你要咖啡吗？我记得我的。嗨，你好。我们做芙蓉蛋啊，我们芙蓉蛋的那个配搭，就是五颜六色啊，颜色全部都不同。我们有红辣椒丝、小虾、洋葱、叉烧、青葱啊。这芙蓉蛋都是很漂亮，哎，还有萝卜丝啊，萝卜丝，还有。如果是青葱，你可以青葱丝啊。刚刚我没有葱青葱，随便来一点。五颜六色啊。是不了，不要太高。Hello。我哋我顺便一齐唱歌嘛。啊，唱歌。一场咧做埋，我咪睇埋。我怎么 ？Hello，Welcome。这个不用太多啊，就是稍微一点。啊，就是那个配料，六样东西啊。你看我，应该从二楼啊，二楼嘛，我切多一点。老表，老表买凉茶嘅。哎呀，系啊，跟住简单。啊，老表啊。说我们要鸡蛋啊。好，鸡蛋几粒？鸡蛋可以4-5粒啊。鸡蛋四粒到五粒啊，我看你的鸡蛋的大小。我可以拣，要马苏巴兰，另外如果阿拉十度都开古色蛋，开古色变十八，再另外如果啊。我要炒咩啊？煎蛋，芙蓉蛋。我大家我们做芙蓉蛋呢。哎，下午好。我们做芙蓉煎蛋呢、啊。好，跟大家讲了，今天我们的 A 版的优惠到今天了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优惠，只是双十一斤的优惠，过了就没有了。把整个整理清洁掉。这里。要在这里煎呢，还是在那边煎？你做东西很磨。没有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他老人家啊，他没有节奏感。要煎蛋而已吗？没有节奏感。我还要节奏感哦。节奏感不对。我们鸡蛋你可以，看你啊，这个是这个 B 蛋来的 ，B 蛋可以鼓励了哈。来，我们五个蛋来。
超简单的乌龙煎蛋，乌龙煎蛋只有马来西亚才有的是吧？乌龙蛋啊，新马啦，新马才有的。不懂我在，因为这个配搭都好像那个新洲米一样啊。对对，新洲米粉的那种配搭。桂花米粉也是这样的配料 啊。好像只有新马才有吧？桂花米粉。桂花。桂花面。桂花有吗？外国？桂花面有啊，桂花一样的。香港、中国那边有吗？放什么煎蛋？我们煎蛋，我们就是放小虾、青葱、洋葱、叉烧，还有萝卜丝、红辣椒丝。分享了今天生日小小要求，要不要你唱生日歌曲啊？等一下，你要唱什么英文的？七曼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要我唱英文的还是华语的？我印度了，福建话，福建话，福建话的生日歌，生日歌，他唱不出了。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，来吧。视力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好难唱啊！哎呀，这样，我可以用这个一路啊，一路我们放一路来炒，一路会更香哦。一路我就是放两茶匙的，不要太咸啊，鸡蛋不要煮太咸，因为可以两汤一个两茶匙，对，两茶匙。来，两茶匙的一路啊，我们放在五个蛋里面啊，两茶匙的一路。可以我是不要给它太咸，是主要是蛋可以将来吃的，有点味道。撒一点胡椒粉，撒一点胡椒粉，撒上胡椒粉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煎蛋呢，我要给大家一个 skill 啊，就是一点水，加你可以加到一汤匙的，因为我们要煎蛋饼嘛。你要不要给它蛋松呢？你可以加一汤匙的那个马铃薯，来马铃薯粉一汤匙，一汤匙放烧烤的时候，马铃薯粉放。先在个杯里面啊，放到那个。为什么不会直接倒进去？就在大火的上面，因为鸡蛋的粘性嘛，你的淀粉放下去，它可能粘在一堆。你要搅很久才搅，只要散它。对，那么你放在它已经是溶解了，你看它水跟它分解了过后的时候，你这样再倒下去。哦。啊，做东西要做正确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可以放一茶匙的鸡精粉哦，一茶匙的鸡精粉。Okay, 一茶匙的鸡精粉呢？基本调味已经搞定了啊、哦。那我们就把它打上它。啊呀，塞满一的，是叫硬嘛？啊。我们的任达吧，任达吧，三门一门啊，三门，对对对，我们在哇，很有型啊，那、啊、这种就是我们的超级巨星来的那种，就是他拿过几次。哎，今天早直播，等一下有优品啊，啊对对啊，有优品，介绍很多东西啊，有优惠啊。哎，我们就是搅，要在这里煎呢，还是在那边煎？这里煎的火太小，随便你的火，那边煎了、啊。又不是我煮。哎，你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酱龙已经是啊，我直接放入进去了。叉烧可以直接放入下去。OK， 我们叉烧，叉烧是外面打包的。虾呢？虾我有稍微烫一烫它，烫熟它。用滚水烫一烫的。啊，这件这样子放在那个蛋液里面。虾我一烫熟了，我要放下去啊。哇，这个十分钟不到就做完了。嗯。那么我们放的是，我们萝卜丝也可以放下去。啊，红辣椒丝也放下去，你看，几蓉，啊，青葱也放下去 ，everything 放下去，啊，哎呀，一点点凉，这个没给吃来啊。一个女人吃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洋葱，洋葱要煎煎，啊，洋葱不可以这样放、啊，洋葱不能这样放哦，哈，讲要煎一煎啊。来个比较大的碗啊，小碗换大碗。我们要有空杯的心哦，空杯的心，当我们杯装满的时候，什么每一个呢都要有空杯的心，水该就加得下去嘛。如果杯装满的时候，对，换个大碗来装，杯装满了就喝掉哈。对，
那你装水做么？那装水不喝水，就是要装满它。来，我们煎个大葱啊！哎，我们锅热了啊，锅一定要热啊！煎这个状况，锅一定要热。好 ，OK， 来锅热啊，开个啊，锅热，热锅哦，热锅我们下油哦，热锅下，那油很热，油很热。然后这油要倒出来的，摇摇它先。哎呀，哇，油太热了，你看热锅呢焦的。Hello， 你好。你看你又要倒入新油哦。嗯。你看这焦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么有一片东西在里面的。留下来的。留下的。来帮我们拉人血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大葱爆香，先大葱爆香先。我看看够不够甜呢？你可以放多一点盐，放一点盐呐、啊。没有放一点，可以放多一点那个鱼露。你说鱼露在汤匙啊？鱼露原来是两茶匙，改一下啊。三茶匙，因为刚才好像蛮多一下，就是总共一汤匙就是了，一汤匙啊，一汤匙的鱼露，一汤匙的鱼露。刚刚你可以选择放盐都没有问题啊，你放盐就可以放鱼露啊。鱼露比较香味啊，鱼露比较带香，你可以放盐啊。大葱稍微爆一爆它。这刀就是很好吃哦。大葱烧呢，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大葱，我们关火。我们这里五个蛋来啊，五个蛋我们不会煎，哦，还在倒入进去。对，倒一个搅搅它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，搅搅它。你直接倒下去也可以啊，鸡蛋直接倒下去也可以。啊，把所有大葱放在进来那边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呢，就加一点油下去。哎呦，这烧了忘记了。关机了，上当了。是啊，煮菜啊都是啊，不，啊，油要放多一点，煎蛋要多油啊。因为我们这里呢，搅搅一下，这里搅搅一下，你呢 ？Karen， 你是讲什么？那个手机看不到直播、啊。用自己的data看直播可以啊，我可以看啊，没问题啊。嗯，来，我们就把这个油直接放下去，我们就把这个大葱跟鸡蛋一起倒下去。哦，油，油，就简单哦。简单，就很简单了、啊，真的。简单中的。下次你就这样做，我们就可以早点放火。教大家简单。先开始这样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要搅哎。对，因为它还没有干吗、啊？啊，现在干的时候要油的这个鸡蛋差不多要干的时候，就不要去啊，不要去弄它，因为我们有放那个马铃薯粉的啊，它就会啊粘稠，它就不会烧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煎两粒蛋也是这样的，一样的做法，都是这样大粒，五粒蛋也这样大粒，我可以弄大一点吗？可以，因为我看你的锅咯，你的锅不够大、啊，不是锅不够大不大的时候，你一般上次这样啊，我摇摇的，哎，断了咯。你这里包我了，海鲜，然后你弄包海带天，把海带天来给啊。他用来油，用来油。芙蓉蛋啊。芙蓉蛋，摇摇摇摇摇，可以。还不够硬身，不够硬身，还不够贴啊贴。你这个有还有多水分在这里啊？不。幺幺，哎，不要冲了我，有三次，你要抛上来是吧？对，要抛啊！等下天我给它干深一点啊，你来抛我，给它干深一点啊！这样抛，这样抛我。然后你的油要够热啊，你的锅，哇，它才不会贴锅、啊。来。会失败吗？啊，会失败吗？应该不会了。
你记你的手机是用 message 塞吗？因为问了其他朋友是不可以看 Facebook Live 哦。没有问题啊，我是 message， 我现在都是用 message 啊。我们全部是。等下表弟，你看一下他讲看不到 Facebook Live 啊，你看一下你可以到没有？有。哎呀，我们可以看了、啊，不够干对。等一下啊，太心急了，你先，你现在就慢慢干了，慢慢干了啊。慢慢烧上来。火不够大，我们的火就那么小。让它摇摇一下啊、哦。它要绑不到了，现在。什么绑不到？它现在绑不到。加油一点。它可以摇，它绑不到。那么你不要用铲给它反上来嘞？没有啊，我就等一下给它定深一点，才来转，不要停了。等一下你抛上来的时候掉在地上怎么办？好笑啦，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啊。也是什么？啊，也是一种吗？我有。哇，我以为你弄到我。哇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这样大家讲反了，我们都学不到这一招。一斤要什么时间喝才好？没有写时间。没有时间，那个是时间喝啊。没有写时间啊，你可以睡觉前喝也可以，你要早上起时喝也可以，你要下午喝都行啊。一斤啊，还有优惠啊，我们到卖完为止啊。哎，芙蓉蛋，芙蓉蛋，没有返回来？没有返了，它已经煎到过火了吗？啊。你给我意思说必须要用自己手机接大数据，虽然我用接大我都是用自己接大，我这里的线不好啊。Your dad is expert no more EVP I don't know how to do this。 这个是叫你们放弃啊，不要放弃学习啊，刚才那招是叫你不要做这道菜好了。对，等一下你用你手机看一下，不要用这里的线看到现场直播吗？你要 好吃呢，你就要煎久一点，煎让它焦身一点、啊、就香哦。等一下你用你手机开你的那个，用你自己的电脑来看一下看到你的直播吗？哇，Vicky的心跟着那蛋板。Yeah, very scared。这是叫大家放弃学这道菜啊！你们可以拿来玩啊！哦，煎，还是很湿，这样感觉会吗？会了，因为表弟说今天 ambassador 闹，现在是属于 ambassador 吗？你的今天有卖他的产品啊？有卖他产品啊，是被 invited 啦。ambassador 不是啊， ambassador 是那个瓦过啊，任达华还是 ambassador 啊？我们不是啊。我们 KFC 来煎给大家芙蓉煎蛋，来，这蛋好不好吃嘞？用那个汤匙叉挖来看一下。哎呦，米奇怎么买葫芦汁？葫芦汁你跟后台讲，或者等一下看有没有直播，有没有卖葫芦汁啊？对，来我给大家看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鸡蛋啊、哦、，very nice， 漂亮吗？好，有、okay, ，我们鸡蛋啊，你叫这，你可以叫啊，蛋鸡酱啊。对啊，张的那个五个蛋，给表弟爱心啊，谢谢你。How does corn flour help in the omelette 啊？它会比较连着。对，你那个 flour 啊，我们马铃薯粉啊，对，它不能它就会贴着。对，它就会结实。你煎的时候不容易散啊。不会散。啊，这个是窍门来的。啊 ，OK， 打开看一下里面有没。哦，就是这样打开了，打开表呢？吃披萨啊？所以说披萨，你后面也是很美啊！你看后面也是美了，后面也是煎到很美啊，是吗？整个反过来也是很美了。就这样啊，这样煎吗、哦？好，我们给苏慧，来。谢谢表弟，每次我都是有的第一个试。对，我把设备试一下。Why do I hold your hand? Because I'm handsome. 谢谢表弟，有口福了。这个叫知道什么 ？I'm special one. 芙蓉蛋，芙蓉煎蛋。这个是
兴趣已经有那个，哎，表弟你有放虾是吗？我有放虾，不，我放鱼露，所以有那个鲜味。啊，鲜味啊！哇，那个鲜味扑鼻而来耶！我先吃了，粉丝们。等一下，留守有优品的产品啊！啊，对。今天有优惠啊，很多优惠啊，优品。我放在你一路下去，它味道不同了。我给 Mickey 吃。Mickey 要吃整片。哎，生活了哎，它整个味道。对，那你放一路吗？你放盐就没有。你不要放任何的酱油，就这样子配饭吃，刚刚好啊。它已经够咸了，不能再加酱油啊。哎，够了嘞，不用了哎，那个味道刚刚好哎。而且这道菜很适合我们在on diet 的人呢。饮酒吧，look younger than 表弟 ，Yeah, you are right。一小碗饭就 OK 了。嗯，好吃。表弟，你怎样可以煎到这么完美哈？我每次煎那个荷包蛋啊，都是熟了，要煎到这么完美，真的是需要功夫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它很丰富，层次感很多。是。哎，我咬到虾，咬到叉烧，叉烧的带叉烧的甜，然后又咬到那个红辣椒。我想要再吃多一口嘞。哇，你看到吗？真的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没听说很多。这个洋葱啊，洋葱，红色的。是一条东西哦。洋葱哦。哦，洋葱。哎，看出来了。哦，我还以为是肉来的嘞。谢谢。再吃多一口。哎，没有，这个是肉来的嘞。叉烧，哪个？这个。哦，叉烧，对，有叉烧。有叉烧，有虾带。东西就很多，层次感很丰富。有大葱，大葱又带一点甜，叉烧又带一点甜，虾肉下去这里，那么又有一点点红辣椒，你吃到有时会有点辣，但是又不辣啊。没有辣。辣椒，辣椒丝啊，对，它不会辣一点。那么有那个红萝卜丝。红萝卜是这样，也是有带有甜味，然后青葱，啊，所以整个就这个芙蓉蛋就升华了。明白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大吵叫的芙蓉蛋不是这样的了，它就煎了。你的是？你也来一口啊！这个是正常，没有。你每次给我们吃，你自己没有吃。有，你刚才也吃了。来呀、啊，表弟。哇。那。你每次拿给我们吃，你自己没有吃。哎呀，要对自己好一点啊。哎呀。嗯。